有一只鸭。是一只鸭。山上是另外一种大一点。是瓜类的瓜子，对。我要装蚂蚁。我想要把小的抓住。那个大小的抓住。不是，我想要把小的抓住。你也该走了。天来了！哇，好大声！哦，有星星！哦，山神，小星星过来！他应该是银背。小星星，你怎么可以在银背？他一直吃草哎，好可爱！他的手那么粗，就在他们有规划过，除非他发怒，不然都叫我们不要拍打，或者不要怎么样，这些东西。这是小 baby 吗？刚刚那只小贝贝吗？对，那边才更小。旁边有其他人，不可以这样子。我刚刚跟你说不能这样玩。很高兴玩得很好，不可以这样子。我刚刚撞了我两次，当然一次就不行。是说过就好。他那边还有更小的那只。玩就是叫你这样玩，不要撞。第二，而且还撞阿姨两遍。刚刚不叫你不要这样玩。不可以拍。哎，他还偷打他的背，你刚看到吗？运琴，你有看到吗？那个，他刚刚小只的偷打爸大只的背，然后跑掉。好可爱，还让别人来讲你，不走吗？咬住了！这边看得到啊，那有一只在铁门那样这样子。咬住了！在滚，滚。对啊，他在玩。他会滚很久。第三个了。他们在等东西吃啊。滚回去。我看到屁股很大。